大家好，2月13日，国际知名歌手蕾哈娜在2023年超级碗中场秀时官宣了自己怀二胎的喜讯，引来无数网友的祝福，而且很快地登上了热搜。不得不说，蕾哈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大，不愧是大腕歌手，这个消息也是让许多媒体纷纷报道。蕾哈娜此次受邀参加美国的春晚超级碗，不得不说这个节目也是聚集了许多大腕明星，蕾哈娜更是中场出现，演唱了一首歌曲。但是只见她一身红色装扮，整个人非常的性感，在舞台上直接宣布自己成功怀上了二胎。但是她自己并未受到怀孕的影响，表演得十分卖力，呈现出最好的状态，唱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，中气十足，可见怀孕对她的影响并不是很大。在舞台上扭动腰肢，更是给人一种妩媚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蕾哈娜怀孕后也是有一种母性的光辉，尽管卖力表演，但是她对于怀孕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认真的，扭动身体的幅度也是比较小，在保护自己。在舞台上只见她挺着孕肚，整个肚子肚大如罗，状态也是非常的好，没有任何孕期反应，表演更是顺利进行完成。在蕾哈娜官宣后，她的经纪人也是证实了蕾哈娜怀二胎。据悉，蕾哈娜在2020年11月与男友 A 美元 AP Rocky 被曝约会，在2021年5月男方公开恋情，随后两人便一直恩爱。在2022年1月，蕾哈娜晒出孕照官宣怀孕，没过多久，蕾哈娜便平安生产得子，时隔快一年的时间，她怀上二胎，真是可喜可贺，恭喜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